这个球拉到右外野方向，右外手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在墙前最棒，变成了一发 Grand Slam， 满贯的全垒打。三局的上半，周董给予郭玉正相当重的一击，这是周董今年的首轰。哇，兄弟一口气灌进四分啊，变成了4-1领先。嗯哼。那可能跟他的进垒点有关系啊。投到有点红中去了。应该是比较红中偏内侧这边的位置哈，因为这对面是周思齐比较善于攻击的位置。对，周思齐他的前一轰已经是2021年的7月24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永晴，锁定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，还有 Twitch 哟。